情，茉莉茉莉甜的空气，破晓的黎明，满心憧憬，盼望见你的心情。茉莉茉莉修炼爱情，茉莉茉莉我的 darling，想到你就能慢慢元气，默认的小妖精怎么怎么甜蜜，这漫长旅行一步一步装你在兜里，一路一路羞愧暖暖柔柔是你在心中，想到你就微笑忍不住。爱情，茉莉茉莉甜的空气，想到你就能慢慢元气，默认的小妖精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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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甜蜜，这漫长旅行一步一步装你在兜里，一路一路胸口暖暖柔柔是你在心中，想到你就微笑，想到你就微笑，忍不住。星月山山顶集装箱。你怎么都不拒绝一下就答应了？不热。看到房子毁了，倾家荡产去帮他修。我变得想要更了解他，想知道他除了不爱说话、有强迫症、喜欢吃我做的冰淇淋之外，所有的一切。你也不要太有压力了，老高那边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再想办法。没事，我能解决。也是。你也从来没有失败过。哎，对了，你说图纸出来了，你有办法是什么办法？怎么来了？这是我的工作室啊。啊，对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这不是看你这儿乱七八糟的，就想着顺便给你收拾一下。顺便？这顺着顺着，我就重新给你弄了一下。我的工作区呢？工作区这儿呢，你看。这是工作台吧？这你就不懂了。这个工作呢，需要劳逸结合，工作很重要，生活也很重要。这怎么放沙发呀？应该放书架。沙发和工作台的距离我算过了，就2米。你要累的话，往后一躺就能休息了。那我的床呢？泡坏了，我就给扔了。那么小，那哪叫床啊？睡着能舒服吗？有人吗？你的双人床到了。
哼，我就是想让你睡得舒服一点。嗯。好了，都收拾好了。干嘛转钱给我啊？装修也要花钱的呀。但这20000太多了，用不了这么多。加上人工费。人工？那加上人工费可不止这些哦。那我还是自己弄吧。哎，我开玩笑的，我真不能收你的钱。不要钱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。我啥也不想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帮你把锁也换了，给钥匙。你想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好嘞。怎么不吃啊？哦，太麻烦了。麻烦，呵呵，吃东西还嫌麻烦？你怎么来了？这视频做好了，我给你送过来了。啊，这么快？谢谢你。哎，我也是顺路。哎呀，好久没到这个星月山来了，顺便来看看。啊，来，赶紧吃。好哎，我呀就爱吃这口。来来来，可香了。嗯，味道很好。嗯，哎，这房子谁设计的？嗯，他搭的，我搞的内部装修。嗯，从我看到你的画，我就知道你的审美那是 number one。有时间也帮我设计设计啊。可以，没问题。以前呢，我也弄了个小屋给我老伴儿，可是没住多久他就走了。他去哪儿了？嗯。哪儿呢？天堂。哦，老高，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。哎，带我去参观参观啊。可以，走吧。走走走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装修啊是简约风格的，以黑白灰三色符合他的性格。嗯，他脸那么臭，适合他。哎，来，您来看看这块儿。哎，你看你这点就非常好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哎，这画是你画的吗？嗯，对啊。哎，要没有你这画，没有这些色彩，它就显得更孤单了。那是。哎，走啊，我带你们去天台上瞧瞧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天台啊，可是我的设计重心，我跟你说。是啊，那我看看。嗯。小心台阶。好。
真不错。我这天台啊，地理位置特别好，四面通风，三面环海，觉得行不行？行，太行了，我太喜欢这儿了。我可以经常找你来玩吗？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随时欢迎。啊，你们住一起吗？住一起，那就好办了，我就可以经常来玩了啊！我走了啊！你好，我有个设计图，您方便给一下意见吗？着什么急呀？晚上再说吧。啊，晚上我弄两瓶好酒，咱们好好聊聊。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老高，我送你。不用。我说这老高人真好。你这画的是什么呀？啊，你是想找他帮忙吗？那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我的关系特别好。等晚上的时候呢，我跟他说，让他帮你把这件事情搞定。那你以后就住这吧。住这儿，嗯，这不是你的工作间吗？这个房子也有你的一半，以后你可以来这里画画，正好可以了解了解他。一半，你不把钱都给我了吗？那你可以把钱退给我。行。那我就不退了，但是住这儿可以，我需要一半的空间，一半工作，一半休息。好啊，你不都订了双人床吗？啊，好了，那这件事情呢就这么定了。既然这么求我了，那我就好好考虑考虑。但是呢，我妈妈不让我夜不归宿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晚上回去跟她好好说道说道。哎呀，都是好邻居嘛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哦，喂，爸爸。哦，我在星月山呢。行行行，我一会儿就回去啊。嗯，好嘞。嗯。行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记得把外面那个小龙虾给收一下，没吃完的冻一下，我回来继续吃。我怎么又答应他了？怎么办？该怎么跟爸妈说呀？我要么就说朋友失恋了，不行啊，说我住木木家了。算了，干脆直说吧。爸妈，你过来。哦，爸妈，你们坐这么板正干嘛？也不开电视的，怪吓人的。坐下，有事跟你说。哦，什么事儿啊？桂姨啊，嗯，这回是爸的错，爸一不小心又抢了两张吊舱票。啊？这回呢是新马泰三国游，时间比较紧，今天晚上就得走。你看，行李都准备好了，
爸，你怎么说变就变呢？昨天还说让我好好陪你们，怎么又去啊？老王，要不然带闺女一起去算了。不，我绝对不给你俩当电灯泡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反正从小到大我已经习惯了。你们开心最重要，你们开心呢我就开心，千万别让我情绪，也不用管我，路上一路平安，注意安全。老婆，你说咱们是不是做的有点太过分了？这每次出去旅游都不带咱闺女，是挺过分的哦。要不这样，咱们下不为例。好，下不为例。这次还是一定要去的。哟，赶紧的，要不然赶不上飞机了。快快快快快！哎呀，真的不用管，千万别管，千万别管。来了，这老高怎么还没来啊？是啊。我呢，从我爸的酒柜里拿了两瓶好酒，他平时都舍不得喝，过年的时候才喝。我觉得老高肯定会喜欢的。你不怕你爸怪你吗？等过年的时候，我再给他买两瓶放回去不就好了？那能一样吗？酒有什么不一样的呀？行了，你赶紧忙吧，我自己溜达溜达。看什么看？忙你的去。
哥怎么还没来啊？苏墨，苏墨。臭脸小哥，我有点喜欢你。喂，妈妈。知道了。现在太晚了，要不你回去吧，他应该不会来了。我当然要回去了，难不成我还住你这儿啊？开什么玩笑，我现在就走。差点忘了你这儿。哎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。当然你送我了，我现在什么地位你不清楚啊？我对你有多重要你不知道啊？他愣干什么？走啊！磨磨唧唧，我在前面等你。我等你啊，快点。快回去吧，叔叔阿姨都睡了。没有，他们去旅行了，我一个人。哦，那明天早上一起吃个早餐。嗯，好啊，吃早餐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要约我上山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现在的小朋友啊，怎么都这个样子，一点儿都不勇敢。妈呀，吓死我！可怜小哥还没起床，没事，我等他。喂，
早安。快点儿。凶什么凶？我还没收拾呢，等我十分钟。什么自行车啊？哎，上我车啊！嗯，不着急，你慢慢坐，我慢慢收拾。给。就这个啊？嗯，怎么了？牛奶呢？有啊。哼，说是给我做饭，就给我喝这个，让我吃速食面包。干嘛？你脸上有个脏东西。哪儿啊？我帮你擦了吧。嗯。好了。谢谢啊。没事。什么肥事啊，没有灵感了。哎，苏墨，帮我做个冰激凌。啊？你看，这首先我给你做过多少次冰激凌了，对不对？这第二呢，这老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我这空着腹，就怕那个酒啊喝不到位。相识的季节，记得海风吹着脸，或许是最美好一段不经意之间，那时理想还没兑现，你就这样闯入我的视线，总是可以疏忽你，心底却很想念你，这是最珍贵的回忆，与你在夏末里相遇，
烟火在这夜空绚烂的抬起头，那些梦都无措，都送给这晚风。要相信我们能在一起，带着笑容，道别时不难过的你和我。